在只跑562，然后653，对，没有错，653。细菌的话，对不对哈？比如说，他做他的那个简体类这些种类，他做简体，他没有培养类别啊，他做简体类，他没有培养。他都是选简体种。对对对，就这个对。那一般我们就设一个，比如说在他的前列边是哪个列边？就是 student 那、啊、student 这边嘛，这个 stool 一般都是做 stool 比较多。stool 啊，比如说 stool 啊。反正就是这边来讲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打，一般我们就挑，因为我大上有色，没有的话你可以再修正。那 stool 在这边啊。对，要按下这个。嗯，好。一般我们好像要这个 stool 是属于那个叫做什么？血什么可以啊？啊这个、stool 这个分泌点点啊。你再拉到刚刚那个位置。这个，这是培养类别。这是培养，什么？看是哪一种培养的。哎，伊个东西，伊这不是我家的感情性利息啊。那就增加，没有就把它编辑啊，再加，再继续加。它有一个感情性利息。啊，就是后续你再加，后有遇到就先把它加上去，就是有遇到就加上去就好了。哦，它好像都是写这样子，代表，然后这个就是。那不是那个是那个归那边、個、那个那个是简体片。哦，苏卡球就这个啦，培养可以啦，苏卡球啦。好、哦，那就这个嘛。啊、哦，那你不要你不想要这中文字，那你就到时候。没关系啊，可以啊。啊、哦，这你都可以改啊，就是说你这比如我点这个东西，我选择如果你想要修，这边就有一个编辑的清单，编辑就开始你就看看哪些把它改掉之后把它确定。有啊，多卡球啊。有啊，他不要中文字啦，就是说不要中文字可以把它拿掉，可以拿掉这样子。那一般我写英文中文是让你看，让大家做什么。我知道，因为有的要还要看中文啊。啊，哦，这是英文跟中文都有的这样子。啊，如果说不要，就是点下去。然后让编辑清单下去改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或者说你想要再就没有，你要增加就换下一行。编辑清单哎。啊，点下去说你想说不够，你要再按 Enter， 然后又按错了，真是。好，Enter 啊，这就下一行又打打打打，哎呦，不对，又错了，没有，我打错了，没有。啊，打打打，然后什么年纪打之后啊，按个确定，这又多一个，到多一个之后，你就可以，你就这么就会多出来一个，到时候以后就会挑这样子。啊，如果说你想要排上去，你就把这个顺序。啊，就是啊，我这样，我常用的，我把这个剪下，又弄错了，我还有把它剪下来，把它移到这边来贴上去，我就让它排第二个，这顺序可以这样的，你来自己把它说这个整个移过去这样子，你来 H 掉，你常用的可以放，因为最常用的把它排第，比如说我们刚刚应该你说思路那个粪便最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我把粪便排第一个嘛。排第一个对。啊，第一个我就把它排第一个，反正看完之后就只是我就整个这样子啊。好，我再把它就这剪下来的意思啊，然后把这个切掉，那这个我再把它，我把它按 Enter 留一台出来，我就把它给贴上去，那这样的话确定以后，以后。没有，你有2cc 以上就好了，至少2cc以上，大家名词不一样了啊、哦。我的培养类别就是它的检验项目，什么都是卡球，什么都是卡球，卡球就叫做培养啊。石头派就是粪便讲，那这时候去拉的时候，我以后再拉一下，但是不是摆第一个了啊？你常用的摆就干净的嘛，挪到第一个用，我看到第一个就点。啊，我给他一个再做。那然后这个叫做简体种类 stool， 那就是这边简体类别 stool， 啊，这个 stool。啊，没有一样。如果说这里他没有，你在这里面的话，也是这样按编辑器，
这样，就下一行就是哒哒哒哒，然后就可以，以后就跟气弹球出来这样的。啊，你长觉得哪个长头一样，你是这样剪下来，要再移过去，还要把这里顺序重打一次这样子。然后确定好了，按确定他就会，哎，以后就说这样顺序。青菜怕了，有打一样，但有打过啊。哦。啊，这样啊，要到这个十度了哈，那、啊、我把十度也常用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像那个常用这一常用，那我也把它搬上去，把它低的去了。啊，就哦不是这个，我就剪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清低低的把这个很清掉。然后又要第一个，把 I N 的空出一行出来，来，然后再把 Ctrl V 贴上。Ctrl V 哦。嗯，它就 C 就 copy V 就是。你要写一下，像这种key，你要写一下，你什么都不写，你就这种。这都是 Windows 的快速键了 ，Windows 的快速键。Ctrl C 就是复制，啊，那 Ctrl V 就是贴上。那 Ctrl S 就是你先把框起来那个黑黑那一圈的东西，我把那些全部剪下来。它是负三重，是把它剪掉，它就贴上，贴上。啊 ，Ctrl X 是剪下来，啊，接下来它就是它贴上，它可以打，然后你就要Ctrl打贴上。啊 ，Ctrl X 就是 X 啊，好 X 啊，剪下来，剪下来，就是我接下来贴到底下去，然后让Ctrl把它贴过去。因为剪下来它就不见了嘛，那边就空了嘛。Ctrl X 说我说复制，你原来还在，复制，所以复制是这个，就我这样子。我砍出去说，我把这个这你框的这一段，框的这部分对不对啊？哦，这广白的这样，我把砍出去，我复制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到我们去贴上。那砍出去说，我把这个框起来这块，我按 X 把它，不仅把它复制，还把这样给剪掉了。一般有东西是不是剪掉不见的？那这边就没有，然后到那边去再把砍出去贴上去这样子。好，是这样子的。但这个都是。Windows 的系统的它同一个快速键，它同一个快速键。好，那我先把它移到第一个啊，这个我就 Ctrl X， 然后再来，来到第二个，然后再来就按 Enter， 然后出来，我就把啊 Ctrl B 推上去。那这样我就排第一个，那这样以后因为这两个分别跟分别简体这两个都几乎常用，然后说我就把移到第一个去。那如果说有些你从来不用到，你就把它杀掉，你就不要出来就省了三秒，就说这什么东西，就不用管它。如果说你就常常固定在几个，就是留了几枪，你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就把它杀掉，因为我当时是不犯的。啊，确定我就点两下就带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个是粪便对不对哈？应该靠谱应该有，我这边有标准的。没有。有没有湿度啊？这里没有湿度啊，这是当时别人帮我做的范本了，他们有这么多种的抗生素的。就看做哪一种的，然后他会带这种东西，他就固定会做这些的，看他是煮一煮。那这个你可以去设。没有，你要看他，要长菌的那一笔。长菌的要给我长菌的。刚刚那一张。有长菌的，分别有长菌的。我因为我还可以去新的选项，你把它设，因为这东西。有没有？刚刚有一张。一般应该都这个是不这是没关系，这是标准，你就改数就好，就一样挑没关系，你就挑一个啊。哦，应该有，应该有啊 ，S P 的简体别，你要先简体别，先重来。好，重来，好，那我先离开，我以这张的，那这个就我重来这边第一个，它的检验项目是这个，它的啊，它求就是这个。啊，含义的啊，这边这个，十九卡小管用，这个，不是十九卡小了，就这个，我不要，就这是病，这是含义。哦 ，SPUT， 上面有对啊，对啊 ，QU 你没有说，对啊，这是 sputum， 对啊，我是讲的是哦，不是 sputum， 说的是粪便，那这个就是它，点总类是这个，啊，点总类是这个，然后就是。这个含义的啊，那这时候你有这一组的话，那看看这一组。没有啦，第一个，然后你的菌就这个啊 ，O R G A N， 好，那我就点这边。就两个单位啊。好，这样子没有的话，一样就旁边的按钮啊。没有，等一下是看床板。像这个旁边有它的按钮，这旁边有它的按钮，这旁边有它的按钮。好，点了之后，那你像这种不好找的时候，我就打，比如说 O R G， 我去搜寻。因为那么多嘛，翻的嘛，不是 O R G 啦，是 K 啦，这个下面哦 ，K L E D 啦，哈，啊 ，K L E 啊 ，K L E
B， 我打几个出来就好了，要我这样按查询，有 K 和 B 的，哎，我这样子做，集中在哪几个？那看哪一个是 P 啊 ？P 的 ，P N 的，这个这个这个还是那个？不知道。P N E N U P N E N U。尼莫尼亚。啊，它有两个是E S B L 的还是没有？是肺炎感。肺炎杆菌还是抗药菌？应该是这个吧。一个，对，是下面那个。这个哈、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菌。啊，那你说你不想要在中文字，到时候一样，你是把我这边点这边是有这个东西一样，你是编辑。好、啊，那我去把它找出来。啊，那你就可以把那，你觉得这种字不要，就这个不要，就把它给拿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那我说你要修改，就随时可以改。好、哦，你要讲，哪里改？要跟他讲哪里改。就是，我就又讲说，每一个上面有一个都有说这个编这个清单的编辑，那个一样，每一个都有，都这画面都它都一致的。好、哦，你想改它就调出来，移到那边去，该怎么改，然后也可以上下移动，该怎么随你。好、哦，类似这样，类似这样东西，它没有，因为我看到有像这东西一般都是用，我先打几个关键字，好、哦，然后按搜寻，它把搜寻，它就哎，它把相关它定位，它定位到那一串在那边，你叫它不必这样一页翻很累，而且字那么长，看着也都会花掉。所以人家就打一个，比如我们讲的 KLP 这样子，比如啊这样子东西啊，那这样的话我选了之后，那这时候我要看看套组，那这时候这我不知道它是用哪一套的，这一般是要哎、欸、这个应该这个好像就要到时候你要你模拟啊那一套的哪一个？第几？里面啊，这应该没有吧？还是哪一套？Intercocas 是这套吗？这上面那一套看看。哦，那我这个我要清掉，怎么清掉？删除全部啊，删除全部。你拿到上面，你那个叫做有错，就没有你问了，上次推 Podcast 没？哪一个？上次特写了，上次特写了，那个特写了，那特写了是属于那是推 Podcast 没？没讲没？没讲，是抗生素，抗生素组合的，抗生素组合，你就按这个了。那你就要设，你可能就要去设它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这抗生素有哪一组。那個、假设我不假设就是有，因为你要是没有的话，你要去就说这抗生素这方面。这个是那个。这是别人给我的范本，那你有没有那个？按这个下去看看。点下去你就可以自己再，我再新增一个，我改个代号名称，那我去加。关掉重开。然后去加，你看哪些把勾勾勾勾出来。你现在可以重传。好，勾把勾出来。你的抗生素是哪几个？你继续吧。可以选，也可以选、啊。对对对，就是要你选了、啊，你就是。我现在以后我这样就说，只要是这个肉，我就这几个。上面那个都是全部的抗生素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有的抗生素在这里。那、啊、你从那边点进去，点进去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你要去组合它，它这样子。从这边点进去，点进去，点进去，点到你要的那个空格里面去，然后点起来，它就跑进来。不是，前面不是。我意思说哈，就是说，如果说这个是常用的话哈，你把它设成一组，以后就选那组了。那如果说不是常用的话。我是可以不用离开的嘛。啊，不然你就把它设起来啊，你就把不是，它可能因为它啊，如果不用的话，就这边去挑，这边可以去挑，这样一个去点，有上下移动，点就进去了。对，点就进去，再点一次就消，不，哦，这我就把它删除。等一下，好，不用这个我不要，都有点错啊，我在这边我就按这笔把它删掉，我不要。那我就是去看，比如说这是 CH 的，啊 ，CHL 啊 ，CH 啊。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对不对？这个对不对？点两下就行，点一下就可以了，点一下就过去了。第二个阿米卡西在上面，因为他了。第一个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。如果再点一个就删掉了啊，再点一个。不，你要这边删除抗生素。好，现在在这里。不要在哪边就点那个删除就对了。对，他就删，这叫图标所在的那个就删掉。有时候不想点太快了嘛，因为他就是说点一下就过去了，啊，然后再第三个 CIP 啊。因为这麻烦，假设说以后做这个都就是固定这样的话，你就到这边去把它设成一套，以后就选了一套，就不要那么点这样子，这是这个意思啦。我不晓得他们做的是有固定那一套，我不知道啊。一般好像都是大致固定做这个就大致固定做这个。主要他是看哪一句细菌，或是哪一个简体，哎对，是隔离阳性的简体，要隔离阴性的那个细菌，他会设定了抗生素整套的，都是那几。啊，如果是固定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就说他看成套组，就设一套，以后不要说我来看一个点点，哎点一个花嘛，对不对？我设成一套，说哎他我就带他就把。就带出来了，这个再是 CIP， 我现在一个一个来哈，这 CIP 是这个，它是 CIP 5的 ，CIP 这个，因为我这是简称，你可以看旁边简称，一般都它的抗生素都有一个挂号简称的部分，这都大家都有，这代号都是一样，挂号的 C30， 啊 AN30， CIP， 那这个我这边我搭它是这个大上都搭不同的，好，那第四个是 PI 的，好，在下面 PI 开头的。好、哦，然后它是 PIP，
这个是一个 VIP 吗？他那个叫 VIP 呀 ，VIP 呀，这个，那我这叫 VIP， 我叫 VIP 带去一百，他没有带去一百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摸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搭配在第三个，然后再 VR 还有这个，应该 VRIME 哦，这个，这个嘛 ，STX 哦 ，SUAF 对，就这个，啊，这个 SUAF 对啊，这个没错。啊 ，G N， 啊，分开就这个，然后再是 A M A M A， 在上面，知识的，没有嘞 ，A M P I C 啊，在这上面 ，A M P I C 支持这个啊 ，A M 支持，有时候这会一致啊，啊，这样子我就确定是这个，啊，这是带这个啊，然后这个 C E F A 啊 ，C E F A 啊，这个是。CG 三十的啊 ，CG 的这个，说话个呵，阿金妈个小，我说我看出来，因为有时候很接近嘛，啊，刚好发表只要这个大家都一样，我就看这个，啊，是这样，它有这样分的，啊 ，CFO 也是这个，它是75，啊，75最高，75就是这个是75的，啊，都是75的，对，然后 CFA，CAZ 三十，它在下面，对不对？啊 ，CFA，CFB。CEF 啊，在下面，还在下面。它是什么？它是 CAZ 三十。啊，这个，因为这个有些自拍机我也看过，看到的。然后再是 CEF， 就是 CRO 三十 ，CRO 这个啊，这边啊，然后再最后一个 IMI， 在上面 ，I 在不 C 了，啊 ，IMI 应该是这个 ，IPM。IPM 对，好这样子，哦，哇，这个，这怎么会走来走去的？等一下，这为什么会？这个你看，对，我现在就在这里，这要看一下说，好，那这就照他这样打，啊，比如说这种东西有了对不对？我都是按他顺序打，然后这时候我就移到这边来。我就这样，因为打他往下，他打出去，打一个他往下上下移动，啊 ，S， 这是 S 嘛，啊 ，S 都是这样动，就他就是这个啥，那 S， 然后就是说他打 SS， 这个啥 ，AM AMPI 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是 AM， 这个是，啊，这个 AM 是 R 的，啊，然后再 SSSSS， 好 ，OK， 好就存档。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标准的，好，还得开放标准，等一下，我先开放我们标准给你。你那个刚刚那个罗赖吧嘞？刚刚那个十字的。我先把我们标准报表开放给你们，两个对。Ever。